大个的牛骨髓，哎呀，还往出流油呢。来一点小辣酱，这家伙老过瘾了的。嗯，这可是蒸骨髓呀，你看带着汁呢。嗯，哎呀妈，这油嘎嘎香。牛骨髓，
牛骨髓来喽。看，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、哦。推一个出来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哇，这口真香。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，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